豆豆大夫，你快给我看看，我太难受了，我浑身没力气。来过来，给你看看啊。哎呀，哦，大夫，鼻啊，还有点凉。哎呦，哎，你不要乱动，影响我给你看病啊。豆豆大夫，我有点敏感，不好意思啊。哦，你没什么大事啊，就是小感冒而已，打几针就好了。打针？豆豆大夫是输液吗？不是，是在你屁股上打针。医生，能不能别在屁股上打呀？ 我从小怕屁股上打针，你一个大男人，一个学霸，怕什么打针啊？啊，打一下就好了啊！你是想一辈子都难受，还是疼一下就好了？好，那你轻点哦。好了，快点，趴下啊，趴好啊。医生，你轻点哦，我有点紧张。哦，哎呦我去！不要开始打了啊！你心里有个准备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夫，你这也放太轻松了，忍住点啊。 好，医生，我保证不紧张。你可别再放屁了啊！不好意思啊，豆豆医生，我真的没忍住。你稍等，我得去加个口罩。豆豆大夫啊，你带那么多口罩，而且还站那么远干嘛呀？哎呀，你放心吧啊，我当医生之前啊是练飞镖的，很准的啊。喂，哎呀。 好了，打完了啊，明天记得再来打一针啊。谢谢豆豆医生啊。哎，不对，豆豆医生，你别走啊，你给我真拔了呀，真狠没拔。哎呀！点击下方小皮擦课堂，关注一下呗。现在这孩子都聪明，每次打饭都让他们打走好多。嘿，不过这次啊。 就不那么容易了。嗯，这些口红标志啊，他们肯定没有接触过。老师，我们下课了，打饭。哎，等等，看到老师这手里面这些纸吗？这些啊，都是口红的牌子，只要你们说对一个，就打一勺。老师，这是一个女孩子的东西，我男孩子怎么可能知道？那你就自己想办法了，要不然就没饭吃。老师，我先来。那第一个，这个是纪梵希。第二个。 那么多口红你都认出来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叫你干铁直男了。你分我点呗？不给，哎呀，再碰个给我分一点。点击下方小皮擦课堂，关注一下呗。开业大了，筹编了啊！吃一碗送十碗了啊！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了，赶紧来参加活动啊！老板，你刚刚说啥？我说你是听不见呀，还是听不懂我说啥呀？ 我说我家今天有活动啊，吃一送十。哦，对对对，老板，咱们进去说。好嘞，里边请。您吃点什么？老板，你这吃一送十是什么意思啊？本店特色牛肉面，巨好吃。好，就这个，好，这局赶紧上。好嘞，您稍等。好。哎，最近怎么了？怎么都老是有好事发生呀？哎，您好，您的面。哎，好。哎。 您这是，这是第一碗面，嗯，真香，老板再来一碗。您稍等，我
说大哥，你可真能吃啊。嘿嘿，我平时饭量就大，都不敢在外面吃饭。嗯，您先吃着啊，我去给你拿最后一碗。好好。这就是你最后一碗面。啊？啊什么啊？吃不完就买单。哎，这都第二天了，能不能吃完了？吃不完就买单。我是不会给你买单的，我给你吃。哎呦我去！哎，老板呢？我吃完了，我吃完了。啥？你全吃完了？不是，你这都吃了三天了，你都吃完了？哦，对啊，我都吃完了。老板，赶紧再来一碗，我饿了。滚！你还来一碗？赶紧走，出去。老板，再来一碗，哎、还要一碗。嗯，点击下方橡皮擦课堂，关注一下呗。辣条串串了啊！老板，这小朋友一看就很好骗。小朋友要吃辣条串串吗？很好吃哦，我请你吃。哦，哎，小朋友，吃吃吃，免费的干嘛不吃？这五串你先吃啊。哎，你这辣条串串有点辣呀。来来来，这有水。老板，你这服务态度真好。哎，还行吧。三口，四口。你干嘛呢？嗨，我数学不太好，没事干的时候啊就数数，这生意啊亏得怕了。有道理，再来五串。哎，你先吃三串啊。老板，谢谢你的辣条串串，你人真好。站住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给钱呢？你不是说辣条免费吗？这辣条是免费，这水我说免费了吗？水？你我家水啊，按口计算，这一口啊10块，你一共喝了10口，100块，掏钱吧。哎呀！给你，我回去告我妈妈。去吧，告你妈去吧啊！你妈来呀，一样收钱。免费吃辣条串串了啊！免费，免费，免费了！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了啊！还在骗人！我这兄弟，力气可不是白练的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老板，给我们俩来一些辣条串串。呀，小朋友，来来来，先坐啊！又领了一个呀！哼，这可是我们班的学霸。学霸呀，哎，给你。哎呦我的妈！饶了我吧，这是你的100块钱，给你，别吃了，别吃了，再这样吃下去亏本了。你以后还套路人吗？不了不了不了，服了服了，走。点击下方橡皮擦课堂，关注一下呗。老师，这是给我们吃的吗？这是我的。本来是打算给你们吃的，但是这次你们考试没考好，所以啊我吃。哎呀老师，我肚子疼。嗯，快去快去。哎呦，老师，大事不好了，学校评选优秀教师，主任叫你呢。什么？我东西放这，不许偷吃啊。
嗯，我记得老师有可乐，找到。嘿嘿嘿嘿，哎呀！嗯。阿呆，我们都把老师的这吃的吃完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这有醋和椒盖，看我的。哎呦我去！这饭的重量是对的，这可乐不对，你们。老师，我们可是很乖的，什么都没有做呀、啊。就是没有偷吃。嗯，既然是这样，那我就要放大招了。张嘴。啊。时间到，把纸条都给我。嗯、蓝色为碱性，你偷吃我的辣条。嗯。红色为酸性，你喝我的可乐。我操！你们还敢骗我啊？胆子肥了是不是？明天把家长给我叫来。啊！点击下方橡皮擦课堂，关注一下呗。